其实呢，他就是一个从小被大姐逼疯的人，所以他长大才会成为一个有 SM 性质的教导主任。再蹲低一点。我刚就是穿帽子的人，只是不知道要露那么多。我只知道他的形象是一个以往我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性感这样。我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把自己脑子抽空的状态。我觉得你叫刘野，他一整天就是一个崩脸。有做心理建设，然后我也练习在家里穿内衣走来走去，然后有几度还有裸体自己在家走来走去。龙龙往操场去了。